什么东西？日常生活中吗？就是比如说我在开车的时候，突然看到这些像，就像幻觉一样的。但是呢，这一切呢，刚刚到我这儿又能看到它，但又想跟我没关系。是的，就是我执未尽嘛。你的我执未尽嘛，我执尽了，你才能看清实相，到底它跟你有关系没关系？这个呢，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佛学里的见地。要透彻的话，所有的万法、宇宙万法跟空性，空性包含一切，空性里万法都在空性里，但是没有任何一法跟空性有关系，因为无相。所以你认为，比如说万法，我说万法包含在空性里，那就你就会数出很多万法来，比如这个桌上有这个，有手机，有茶杯，有手机，有水果。有茶壶，你会数出很多相来说，啊，老师说了，这些都包含在空性，是吧？但是你是用着相的头脑来去认我这句话的，因为你脑中有外法，你外法的相，你没破镜，你没有离相，你没有离相，你还没有证得破外，你没破镜相，你是执着所有相来听我这句话的，所以，那么在我的空性里，你就会包含这个差别相。因为你爱分别相，你又分别心，你又没有离相的正量，因为你没有离一切相嘛，没有离相的正量，那么这差别相就包含在万法里。你的头脑会建立一个概念，好像有一个无量无边的虚空里边有差别相，包容着这些。但是这样你就听不懂，就是万法包含在相里边，然后呢，每一个相有个空性没关系，你就听不懂后边这句。因为这句话是说的是，当你离一切相的时候。就是你已经证到空，破镜一切相，从时空里超越了，连时间空间在你这生灭已经灭了，时间空间这个全部破进来，就是破完我这个法则的人站在这个角度上说，我已经离了一切相，就是见相就见空性了，已经，那个时候，这一切都是空性，就是它包含，就是说你空性包含一切，但是与一切一点关系，一点关系也没有，就是。它跟杯子没关系，它如果它是手机，它就不可能是杯子。空性，然后空性包含一切相，空性即一切法嘛，离一切相即一切法。你看佛那句话是这样，离一切相即。但是如果是说你这样去想，空性包含一切，那如果空性是手机，它怎么能是杯子呢？但是如果你说，哦，不是啊，是空性巨大的把所有的东西都包住，这个你也是错的，这种想法，因为空性无形妄想。如果它有一个包容差别相的一个一，那个是个什么？是个虚空吗？是吧？你没有办法去确定这个空性是什么，到底它是什么？它虚空也不是，虚空可以涵盖一切法，虚空就可以啊，是吧？你可以把一切东西放在虚空，只要空间足够大。但空性不是虚空，是不是？它也不是虚无啊，空性不能，你任何一个定义都是错的。空性什么也不是啊，没有概念，文字，无名无性啊，这样一个空性，你怎么能看见？就说你拼命的见，你怎么能？你用肉眼也看不见，你甚至用佛眼也看不见，真的，肉眼、天眼、慧眼、法眼，哪个眼睛看都不得。它就算是个文字概念，它就算一粒微尘，你也能看。它无名无性，连个定义都没有，无形无相，是吧？那么它是什么？你怎么能最后见性呢？见到这个空性，你在里外也见不到，它连里外都不用，没有方位啊。它无形无相，它怎么可能有方位？你要有个方位，肯定是它在左边或者右边，你怎么见？不是说肉眼看不见，天眼、慧眼也看不见，它又不是一束光，也不是能量，也不是波，也不是震动，也不是频率，你任何一个定义，它先天地而是无名无性啊，就是《道德经》里边说的。这就是所有的圣人都在说一件事，这个东西是你摸不着、看不着的。但是佛他是怎么看的？他是说到最后你离一切相的时候，它就是一切。所以你不管你有佛也看，这就是空性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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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吧？都是啊，一花一世界，一叶一如来，这就是《法华经》里边如来的境界，如是啊。当他离一切相的时候。所有的法都是如是因、如是性、如是果、如是，哎，如是什么什么的，是无是嘛？它有十个那个方位，就是敲了十种的
来涵盖宇宙万法嘛，如是都是佛，都是啊，都是空性啊。但是那都是在离一切相的执着，所以我们现在没有离一切相去来这个里边寻找空性，你是找不到的。你怎么见？从这个手机里边，这就是个空性，你怎么能看见这个？它就是手机呀，是吧？如果它是空性，手机是什么？手机怎么说？如果它是空性，这个东西是什么？我该怎么叫它？难道我叫它空性吗？我叫这个也空性吗？是吧？你说很多人会，但是讲法的时候，很多人说，哎，它差别上是在本质上它们是一，它是空性，这是个说法，你能看见吗？有啥用呢？你这样认为有啥用？它就是本质上空性，有啥用？通过界定，通过界定会通过你的定力，古觉照理，通过各种这种力，一直这种力觉醒，清理你的颠倒梦想，从时空从生灭法里面醒来以后，你才知道生灭就是空性，没有什么永恒生灭这回事，没有大涅槃，没有生灭法，这个时候就要醒来。你只能在人世界见空性，你不可能在任何地方见，不是在禅定里边见的，他只能在这儿见，只能在你今天现在坐在桌面上，只能在当下你看着这个桌面，这就是空性，只能在相里边见。因为你只有看见相，你是肉眼，你只能看见相，你能看见啥？你只能定义，你只能看见，只有在诸相里边见空性啊。最后，见相即见性，离切相即切法，就是这样。再相离相，这都是正量，这说这些都是后话了。但是理论上是这样的，理论上是这样，那就你逐渐的修止力定力去修行，修你这个认知就越来越圆满。因为对我们来说，我们就像我们大家读过楞严经的会觉得我这是个假心嘛，意识是个假的嘛，真心是不变的，大家建立起这样一个有永恒的真心不变的，假的都在生灭法，我经常说假的都是生灭，凡生灭的都是虚幻的，都是假的，因为眼耳鼻舌身意都在生灭，色声香味触法都在生灭，是不是永恒的不动嘛？大家就建立起了个永恒的在这儿，等着看这个永恒的呢。但是永恒的无名无相无没有文字，没有什么，你什么时候等着看这个永恒的呢？既然真的只有一个，好，这个是假的，六根是假，这个女人是假的，相对于这个世界是假的啊，根尘不是多虚妄吗？佛说，我这有一个永恒的啊，那看过来，你问我或者跟我说话，我起反应的是不是永恒的在说话？又只有一个永恒的在这真的，那是不是这个真的在反应你？不管你任何时候你跟我说，我是不是又真的在做？是你差别，你认为我是个女人，你认为我是个六根，因为我只有个真道。如果你证入了，我是举个例子啊，如果我现在我证入空性了啊，比如啊，我坐在这儿，那你认为我这儿有一个空性是吧？有一个圆满的空性，然后我已经不再着这个六根跟六尘的相了，那是不是我这儿坐着一个空性？因为空性你是不可见的，你只能透过相来见。但是你分别我是个女人，我今天穿着白衣服红衣服，你执着，那你的意识是人道，那你只看见一个女人。但是空性既然无形无相，她可不可以是个女人啊？既然无形无相是一切相嘛，她也可以是个女人，也可以是个男人，是不是？那她也可以有个微尘啊，是不是？如果我不执着女人，那么我为什么不是个女人呢？空性为什么不是个女人呢？那好，那你给我说话，我回答你，是不是在用空性在告诉你事情？那是不是这就是真心？六根就是你看见的真心啊，真心就可以无处不在啊。那是不是我这个身体就是三千大千世界啊？无处嘛，无处不在，我就叫无处嘛，是吧？你认为的无处在哪里？告诉我，时空既然是虚妄的，你认为的无处在哪里？我这个一米六就叫无处不在，是吧？那我就是一米六高，我举个例子，我这个就叫无处不在，是吧 ？OK， 全部有了。学生啊，这叫你们经常用的一些，怎么看那个学生舍利啊，学生什么印那种学生塔，那种
这就是啊。我是举个例子啊，拿这个举例啊，不是说在夸这个女人啊，是这样，一定要搞清楚啊。就说你有一天你会看到，在我这儿看到永恒，也看到生命，生命跟永恒都是空性，这就是平常心是道，没有什么特别的，如来没什么特别的东西，见性就是这样见的。如果你把我把报身转化了，我继续修禅定，可能是些神变，把气脉、父亲母血转了，把血液、骨髓全部通通转了，是些神变。但是神变天人也有，鬼也有，鬼通嘛，天人也有，阿罗汉也有，登地菩萨都有，定力足够，气脉转化了，修报身就可以了，报身成就，头上放光。但是你又觉得那样不是如来，因为空性是无形无相的，怎么放光就是呢？你得有你的知见，是吧？你也知道什么都有神，因为神通不代表你是佛，大家这个知见一直都有啊。但是那 OK， 告诉我，你永远在哪界空性？在你头脑的意识里面建立一个虚空吗？既然时空都是虚妄的，你准备在哪界见性？难道屏蔽了你脑袋不转就能见了空性吗？正知知见，借助依靠。但是你这个知见现在不是在梦里边吗？你听不懂我这句话，听不懂二元，破除二元对立以后的这种真理，你就继续定一点，沉静一点，一直指力定力，这样时间久了，一直这个，这也是个假的，指力定力觉照力都是个假象，都是相对于散乱，相对于乱动建立起来一个另一个面，一直这个面很容易看清真理的。法门是个假象，法门是个假的，依着这个法门来看清真理，当你明白这个真理的时候，通通扔掉，没啥，佛法也没有，这就是佛法，是吧？这才是活生生的佛法，橘子苹果，这就是空性啊。所以释迦牟尼佛到处拈花微笑，有什么可说的？这都是法华经最后实如是，在因里边见空性，在果里边见，在性里边见，在相里边见，都是啊。你不需要在财力里边见，但在财力里边见的是不是也是啊？包含一切嘛。在相里讲，那一空性无形无相，它所以它包含一切的时候，它没有一个一包含差别相，没有一个一，你是建立起了个一，就像包着皮一样的包着馅儿。不是那样，空性无形无相，没有那个一呀、啊，所以它只能它就是馅儿，知道吗？它就是一切啊。但是它又你又离了一切相，所以它既是它又不是它。我不能说空性是杯子，是吧？但是能说杯子也有圆满的空性，是不是？我只能跟你这样说。有人问你空性是什么，你不能坐在这儿说空性就是杯子，就是苹果。这种说法是不圆满的。如果这个人开悟了，也说哎，你也对。哎，有的不是上次说空性是什么？这个让你自己去悟，但是他不能说空性就是手指头，空性就是一。但是让你说空性是啥，因为啥也不是。他这样出起来到底是啥？其实禅宗的师傅说，他不是那小和尚学老和尚呢，就说本来面目是啥，他就给你竖起一个手指头，因为你看不懂嘛，看不懂很容易狂性东西的。各种知见会放掉，因为你可能认为空性是禅定啊，空性是各种知见嘛，空性是啥？其实这个你拿钥匙也行，空性是啥？你举起来，他也搞不懂，搞不懂很容易把自我的认知放下的，知道吧？目的是你停下你的思维意识，而不是去有个答案，对吧？就停下你的认知，止嘛。因为以前那种找到禅宗师傅的很多大师，如果能够当下从他的一个语默动作里边开悟的，都修了很多年了，理论一大堆，你知道吧？他就是，所以禅宗到最后破的就是知见，所以棒喝啊，吃茶、喝茶、吃饼啊，才能从这种事情里边开悟嘛。但那些大师都是就像苏东坡那种。豪光照大庭一屁过江来的那种师傅，那真的能开悟，棒喝一下真开悟了。他已经知见已经足够了，累积到一定足够了，不是什么也不看的啊，就是他
它已经到一定时候，它就是破支界的，所以禅宗六祖大师示现了不识字。你连字都不要记起来，你还记理论呢？你这些说你都是佛学博士嘛？我连字都不识，开悟连字都不需要，连文字都不需要，连定义都破掉，七传灯案嘛要挺好的，你继续修吧，需要继续修下去，是对的。你看《楞严经》里边，你这段和就是看那个后边，佛给阿难讲的，就是后边佛讲的那一段，就是从戒性里边谈空性嘛，从戒性啊，也跟着戒性，后边空性与万法不相即不相合又不合合，你要把这段看懂了，你刚才的你的那个境界就完全就流悟了。楞严经里边有，就是七处真心完了有一个十次，就是佛从眼根谈空性嘛，从眼根的戒性，因为耳根的闻性也是空性，戒性都是空性嘛。他这是举个例子，用戒性来谈空性的时候，他后边就是到破到第十次，大概十几次那一块，你有一个谈到一个概念，就是空性与万法不相即不相合，空性而且跟万法不没有合合相。这几个观点就是对于你刚才的境界。我现在不讲，你去看吧，很快就是雷爷就讲，越会出来。